两位，以下我嚟介绍一首咧，就系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。好荣幸咧，今日请到阿李志坚老师，你哋认唔认识啊？喺度教噶喎，系喎。同阿陈穗莲小姐为我嚟演绎一出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，有请李老师。you
提出来，又抱琵琶半遮面。哦，姑娘啊，求将我还服啊！
山，似铁骑突出刀枪命，厮杀得起心几惨，忽复停。对不住咯，却也轻感怀。
穷秀才啫噃，
何妹？听在旁客人称呼，识才难女相逢，原来是白居易先生、卢克先生词诗一首，以寄今夜其逢啊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好啊，唔当书写以赠姑娘。